Hello，可可男子，去拿东西。七碎片兑换一个价值520量化的告白气球，猛欸！那些可以收集碎片的真是很猛，厉害的厉害的！谢谢可可男子送的告白气球。今天要断考，就是明天再断考，就是网课，你可以要看或不看都可以，但是还是看一下啦。就是再上一次课的意思，再上一次课的意思。谢谢 QQ 男子送的枫叶 ，Hello， 还有棒棒哇。却有拼积木的声音呢！哎，证据在这，这是电脑。我刚刚只在拼拼图。那种硬的，不是纸，比较不像纸板，是硬一点的那种积木的声音。好可怕哦！就是读书会有一种，就是我都懂了，我也知道课本在讲什么，我可以看得懂，就是。每一个字句在讲什么东西，就是英文的讲，每一个字句讲什么东西，但是我不知道他出题目一下，我不知道我会不会，也不知道该怎么，就太久没有考试，忘记怎么考试的感觉。然后这个我觉得，就这个科目我觉得听起来还蛮简单，就比较偏生物一点的科目嘛，生化就爆掉，只会我考完试只会看了只会一题，对。它这个是那种动物组织，那种被组织，还有那些细胞的东西，然后就觉得，就是，尤其是听的那些学长姐来讲说，哎，哦，这一科哦，基本上是大家都不及格啊，这样子那种讲法，我觉得说糟了，那种是不是也不及格定的？可是这样读起来，我觉得还蛮顺的啊，大概目前班上的同学也没有像考生化那么绝望。可是听说会考的，就是大家都很惨，不知道是为什么。因为学长姐没那么聪明，那我们就是要没了的感觉。这个礼拜考了两科很大的科目，就是生化跟这个生物的东西，化学跟生物的东西。然后化学我完全没有读，我放弃，因为这是读了也没有用的东西。这个读了还看，这个是我看得懂的，生物是看得懂的。可是我这样子牺牲了化学，然后再读这个生物，然后生物最后也考，大家都不及格，那我也不及格，会觉得说读书在读什么的感觉。天哪！谢谢念别送的 Pocket， 哈喽许阿北，我嘻嘻喽，晚安。Thank you.
下一个影片。不，大不了再读一次的。哎，不行，我现在就是正在再读一次，还没读到一半。之前的详细读好像不够详细，所以我再详细读一次。而且很好笑，就是我们上课都有分单元嘛，比如说今天教表皮，然后再上结缔组织，然后肌肉、骨骼、血液之类的，一个一个一层一层上。然后照理说，那个上课的影片不是就是比如说，就是影片一、影片二、影片三，然后表皮一、表皮二、表皮三。写一一二三，然后这样这样顺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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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子。可是他老师有几个片段乱掉，那我以为我快读完了，结果哦不，我往下滑还有，糟了，还有两年能重读，好不行啊，学费也是两年嘞，学费是重点。Hello， 妹夫，谢刘建古送的枫叶小香扎克尔。美元币都一样的价格不是吗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最多就加学费买房，所以是不用付学费是不是？还是怎样？学费，可是我们现在没有多付学费就超贵耶，不是开玩笑的耶，不知道赚多久才会赚得回来的那种量耶。可以转个念，让自己大四不要这么闲。什么意思？大四不要这么闲。不行了，我现在觉得仔细想想，我觉得我自己是延毕定了的感觉。是有一些什么感觉，通识就修不到啊，那种小事，然后那种延毕，然后就会干脆不读了。对了，一定要毕业，很可怕欸，我的天哪！就是这个，我现在读的东西是一定要在网上读才会基本上有什么工作、好工作之类的。可是想说，
所以这个科系的老师都建议你说你延毕或是你要重考没关系，你要考到你喜欢的，反正你在这个年轻的时候，你在其实你仔细想想，你比如说你要走当教授好了，你可能四十几岁，假设你四十几岁当教授，然后你会在意你说你年轻的时候重考什么吗？还是年轻的时候多读一年大学嘛之类的那种感觉？那我是耐不住，我觉得我现在是耐不住性子听老师讲那些话啦。就几科被当大四的课标，只有几堂。我们的系的课是大四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忙，所以我想说是不是完了？那大二就要快撑不住了，就会读到差点就是往旁边倒这样子。毕业跟肄业就差很多了，光说你第一份工作有毕业，光是面试机会就已经是吗？不想，应该说没有毕业会少很多，但是大学毕业会多很多吗？现在这个世代的大学的学历的重量到底是多少？因为搞不懂。我是面试的，直接把你刷掉，除非你作品很强。我是后台很强。没有。还是回家开店，回去跟爸爸学。也不错啊，反正台北不是都自己煮，不是，不一样哎、欸，很不一样哎、欸。因为如果接开店的话，不是要考执照吗？你要工作结束后，大家就去那边吃，但是你要来台北开，好像没有很好。台北太贵啊，而且我们店也不是以卖现场为主啊。房租成本好高哦，就是你水电应该是差不多啦，房租太可怕贵了。在这里的房租可以在台东租一间大的透天，大型透天，还有什么花草草原之类的，不是草原啊，花园之类的。回家再学一学就好啦，我是蛮有兴趣的啦。这方面是蛮有兴趣的。我在我们家负责一些的内场的东西，就端菜是 OK 啦。端上是不用学哦，端上桌这样子是 OK 啦。然后洗杯子、洗碗的是 OK 啦。品管的部分我也是很 OK 啦，品质。其实可是。打工这种东西，台东很多打工那些东西都是没有，就是怎么讲，这样可以写进履历吗？去端过，去冰店打工过，去在店里帮忙过，在店里帮忙还反而比较久，因为毕竟是自己家里嘛，放学就可以帮忙了，其实也不常帮忙啦，只
是像以年份来说的话，也是还蛮有好几年。不是草原，讲错了。看到我的升降梯吗？跟你们说升降梯的故事，升降梯也是个有点小心酸史，就是我完全忘记，我完全没有看到交件日期，然后就说。这工作人员说：“要交圣诞梯。”我想说：“哈，什么时候要交圣诞梯？”然后就发现这件事情，因为那个发现圣诞梯要交的草皮要交的时候，是我刚好出去玩，我还不在台北，我去哪里了？南投还台中，超好笑，超级闹。然后在火车上就是想说，不行了，还不知道圣诞梯怎么办，然后。基本上已经过期了，还没缴交，还没有想，还没开始想，然后就拿自己的笔记本然后画草图。我原本想要设计那种很朋克的那种，就是旁边很多闪电雾状的那种雾雾的烟啊，雾雾的那种东西，然后中间是大提琴，然后骨头这样子，很像素描，很素描的感觉那种。我是不会画，就是可能用电脑修一修，画一画之类的，然后就。诞生了非常线条、非常卡通图案的现代圣诞梯。所以就随便画，也不是随便画，还是认真画草图，就是构想。圣诞梯还是要构想吗？我没有想过，我那时候有在想说圣诞梯应该一个月后要交吧，一个月后要交，可以有一个月的时间慢慢想。结果是当天晚上要交。Hello， 塔瓦哥，晚安。你那样随便，其实他认真的心里看，我也是很认真的，我是绞尽脑汁在台铁上。画了草图，然后回家用平板画到半夜好几点，画到睡觉的时候都要天亮了的那种，刺激吧。而且就是结完稿之后，原本两边都是草，花花草草，然后想说不行，花花草草好无聊，只是好看而已。可是那个创作理念完全想不到写什么，就是在台铁上。想到硬逼硬挤出来的低像素圣诞梯，对，然后原本两边都花花草草，所以想写想不出来，那想说想把另一边改成内脏，就是因为这边是一边是骨头嘛，就要不这边就都内脏脏器好了，觉得还不错啊，很可爱啊，原本就想画这种东西，而且我还以为不会被审过，感觉就是不会被审过，就是说。是不是太血腥之类的？而且我原本那个脏器里面有都是肉色，粉红色、粉红色、粉红色这样子。这件就算不是粉发圣诞梯，都会去买，真的假的？太感谢了吧，太捧了吧！就很喜欢，我觉得设计圣诞梯是我们所有活动里面最好玩的活动。我个人觉得最好玩的活动了，就很喜欢想，就喜欢画画，反正还可以做成把你自己做的画，然后做成衣服，然后还是在你生日的那段期间限定卖，这样多有趣啊！哈喽，坤坤，自己赶的这样很可怕，很可怕。
高恩爵会买我的圣诞 T 吗？问他。会吧，强制买，三松互买，三松强制互买。十月公演应该可以穿去吧？哦，他什么时候出货啊？现在是十一月开始预购吗？他要几号啊？你这品涵的很可爱，品涵的很像什么？很像什么？什么？就是大学会有人穿的那种很比较韩系，虽然说他写日文，可是会有那种比较韩系的女生穿着，然后那种大潮 T 之类的。今年圣诞第一个就是黑色，我是很犹豫，我想用咖啡色，反正。因为大家都很太多黑色做黑色圣诞 T 的人，那公演，因为黑色圣诞 T 在公演本来就很难看到，是公演现场大家都暗暗的，想说把它换成咖啡色，虽然好像没有差，而且我不知道那咖啡色是怎样的咖啡色，我喜欢偏红一点的咖啡色，如果偏黄那种土黄色的话，我就害怕，不知道到底什么颜色，所以保守下来就选了黑色。对，黑色不行啊，幕后工作人员的颜色。对呀、啊，而且我上次的圣诞 T 都是那些什么很多很缤纷彩色的颜色，我现在只有一个图案在中间，这样白色，还有一点绿绿跟黄，绿绿跟红红，超不显眼。可是这个衣服是完全可以穿出去，不会觉得很奇怪的，应该是吧？这样我如果穿我的圣诞 T 在大学里面走的话，看起来就是个宅男宅女，完全就是一脸宅样，还戴黑色粗框眼镜，然后头发都刚睡醒还很乱，就是看起来超级恐怖邋遢。就是那件衣服会有一种，如果你有点邋遢，会有一种更邋遢的加成。可是现在这套的话，我觉得不会，看起来也不错。平涵的店，你第一眼以为是蟑螂娘，超级过分呢、欸。Hello， 季风亮，谢谢四季送的星辰跟万寿菊花瓣。穿这件很帅啊，总比穿只有自己照片的在大学换好吧？你说你在暗指谁呀、照片的很多，当你够帅到某种程度，穿什么都行，只能穿个白色吊嘎，然后一个，好像不能穿内裤哦，穿那种短运动短裤、白色吊嘎、蛋白拖都帅啊。你有推荐的圣诞 T 除了七夕都黑色的？哎，包括我们两个吗？金城武他穿 Hello Kitty 也爱，真的，他真的很帅。你在大学都嘛穿这种 T 恤上课？你说哪种 T 恤有照片的？是不是穿内裤出门也帅？不行哎、欸，不能接受哎、欸。什么火云邪神？
谁？很弱的身体哦。了解。Hello， 田中斗笠王。都现在在做啥？现在在上课，在上课。你就想看不穿的时候，哈？哈？下回给画面。好莱坞巨星的脸，身高175，高跨级长腿，只穿内裤就都能看，也是啦。但是好像不好穿出去哦，穿出门好像就是不太一样哦。我选的时间开播对吗？不是，这是那种就是网课，然后可以选择说你要上或不上，等于再上一次课的概念呢、啊。那、啊、我就是选择上一次，反正明天要断考，不多听一次不好吗？而且我忘记了，我以为是今天考完就没事了，哈、啊，结果是明。免考，刺激吧，好刺激。然后下礼拜也还要考，是下礼拜也有考，我们考一个月，但是断考周不是断考月，是不是？就很多科都考三次，或考两次，那就时间就刚好是跨一个月的那种感觉。有啊，有复习到啊，就是解惑啦，解一些小惑，大概念都是懂的。应该说，如果不懂的话，在现在复习也没有用了，明天就要考了。就是那些明要背的东西，不可能一次背完。像背一堆你这辈子都没有看过英文单字，也没有用过英文单字，也还不知道要用在哪里的英文单字。三次正行啊，其中就是两次了。啊？什么意思？对，这样不一定会用到英文单字，基本上是将来用不到的英文单字哈。他明年可以跟韩就同一堂课，哎、欸，不要。不是啊，韩修两届、欸，怎么可能跟我修同一堂课？是吧？是吧？对啊。
不可能吧，你们一定都是我学长啊，你们全部基本上大部分或学姐大三可以修大一的课，是啦，大二也可以修大一的课啊，我大一又没有除了英文都过啊，大一的课太少了啦，我们的系的课应该要分一点去大一才，大二应该分一点简单的课去大一。好，哪一天谈来当我学姐，不要，没有，不行哦。是哦，你在跟在高中哦，你假的。你知道延毕几年？可以讲哪里啊？哦，我刚刚出去拿冰块，还是没有暂停。这应该是年代差太快太久了，哪天海涵顿悟直接考研，欸，我要等这个顿悟是要怎么顿悟啦，有点羡慕，学一修和尚嘛，等我，所以我要先剃光吗？头发秃了，头发掉了，但是我也变强了。最后面也是会看第一个看到你，啊，其余笔试只有30分了，那我不要，我多长一点头发好不好？我喜欢什么数字呢？我喜欢。突然了，我想不到，一或二吧。行动电灯泡，那这个有点黑哦。我真的以前没有这么黑，我的就是有之前剪头发剪很短很短的时候，这边通常我这边之前不是有鬓角嘛，然后这边都没了，然后我这边里面的皮肤是白的，很白哎，都没有晒过太阳就很白哎。你说肚子也没晒太阳啊，肚子就很黑啊。TP 现在没有这个头发，哈 ，TP 一直都没有，现在就有个没头发的，哦，看错，哈，谁？我跟姐姐之前跟姐姐讲过，说我可以理平头，我姐姐说不行。我真的有问过，不要，我没有问过，我真的有问过。所以就是姐姐说，你好歹也是就是，好像忘记她说什么，就是好歹注重一下自己的形象吧，这样子，就是不要考虑什么平头啊、光头啊之类的，别想了，这样子。
我现在没有那么想要剃光了啦，虽然说是个蛮全新的体验。但是就没有很强烈的想要立马剃光，觉得长成好麻烦哦、喔。过渡期真丑，过渡期超级丑，军装偶像笑死。谢安红送的红玫瑰，刚喜欢刚好会及格的数字，喜欢。我是喜欢就是乐透中奖的数字啊，可以中奖的数字最喜欢了。剪完就会丑七天，还好啦，还好。我这次这一波剪头发，我觉得我还蛮满意的。但大部分不止七天哦，是14天，要两个礼拜才会正常。之前比较齐，刘海比较长的时候，很厚的头发还很厚的时候，被迫光了两次。哇，感觉这辈子都不会被迫光头了，除非得癌症，除非化疗。剪完刚好隔离起来。太硬要了，为了不让刘海见人吗？留长呢，我就是下一次有在考虑换公司发型的，就是刘海会换，会考虑换一下，但是还不知道会不会换，就是有问的，但是还是短发实在太方便了，对啊，换中分啊，中分比较方便，对，刘海。其实刘海就很失控啊，就是跳变中分，或湿掉就变条嘛，那不如直接先中分好。嗯，最后最近在留了不更衣服吗？是他想要的发型啊，我没有想要他的发型。他要再留长，他现在这样子的长度。如果再留长的话，哎呦喂，之后现在的发型再长的话，感觉就是那种比较像柏林那种的吧，是没有到柏林这么长，柏林现在长怎样我忘记了，就是比较可爱一点的发型吧。对我手机继续比，他在冰的，我帮他换个面的，他那边已经有点热了哈。跑分不错啊，我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齐刘海的时候，都是开个洞。那齐刘海有点难，戴帽子。可是我这样子一直往中间抓，往中间抓，它就变齐刘海，然后再。啊、不要，好丑。长分男生头，因为我发质很软，超级细软发，如果要真的这样子蓬起来，也是蛮麻烦的，也是需要整理的。不是说随便抓一下，今天头发很有型，这样子很硬，这样子。刷一下，抹个发胶就 OK 了。抹发胶它就会扁掉，变成一片这样扁扁的，像现在这样。因为现在已经经过一天的摧残，
人家梳油头梳到掉渣，不行，头发硬的哇。油头是梳上去这样子一层这样嘛，一这样子全部梳上去了。我必须这里要留点刘海，我这边头发很少，哈哈，这边头发偏少，必须要盖住。所以就是取居中，就是旁分或中分，不想要一半边的那种。怎么讲啊？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可以就是这样子跳舞，然后这样甩一甩，然后随便甩都随便甩，然后拨上去还可以定型一下，再摊下来那种感觉。可是那种是需要有一点柔度的，庞克头你确定？平头都不行的，还庞克头？你这样子，我 reset 公演的那些发是要夹在正中间，这样夹一排，好像很酷哦。建议不要这么常戴帽子，怕我吐。没事，我这几天没有戴，在学校都没有戴。可是因为超乱的，不知道戴乱什么意思。这几天头发好容易油，没有戴帽子也油，不知道在油什么。而且我都有洗头的。欧洲足球员要怎么找欧洲足球员？看到法库的对驴子，我不知道很像三枪吗？这看起来超前奏，就是看起来真的超前奏，还是看到大家觉得超前奏，就是这很多看起来就很贱，还不觉得吗？这个梳子啊，这看起来蛮正常的。就是刘海有点失控，是吗？哎呦喂，暂停。知道我戴过了，我戴一整天。
这样戴，是啊，是这样戴的。他的头发是这样，炸开。去后面，去后面。好，炸开。等一下，他很宽诶，这一段。去一点就要，就这样吧。对，长颈鹿是吧？很像吧？再带一个长颈鹿就完美了。那觉得这个耳机真不好用，好好撑耳朵的那个这个小耳朵，好。痛啊！我都不适合，我眼睛瞬间遮这样五条悟，是不是？这样，我看不到。这样，确定呢？要确定呢？这样。这个刘海也是绝了，怎么办？是怎样？是头吗？或怎样？全部我给他还一层，炸开！够奇怪了吧？这个被压住头发，感觉像运动员头戴这样子吗？你说这样像运动员头戴吗？你要确定哦。太失控了，太失控了。下吧，这个不会用，这个不会用。我的天！皱褶是怎样？等一下，这两根毛也太像漫画里面的男生刘海前面的两根毛了。应该要跟猫一样带水桶才崩坏吧？带水桶就没差，看不到脸呢。带走，吓死我了！因为现在大学什么东西都用电脑，这眼睛要瞎了！天哪，不舒服。Hello， 沙鲁，马骝，虽然有点乱，但还是有摔到。人帅就是哎，就是不一样。Hello， 阿福，你要三枪。有够像，
那耳朵一边高一边低。附送了红玫瑰。造型再长一点，感觉像20年前言承旭的造型。就很复古啊，就是他们就很多这种有个头带，然后它是卷，它不是这样一个宽宽，它是那种细细，然后卷麻花状的吗？麻花状的，是兔耳还是马耳？我是觉得像三枪啊。然后这里的人说是驴子，不会是兔耳就对了。那就介于一个要长不短的。鹿儿，谢沙鲁追踪了我 ，Facial Domain。认真在想我戴头戴的样子，你说那种细细的吗？还是那种花花的布，那种很像草履虫的图案那种花布。篮球场上看到那种网球更常见的那种我觉得没有很适合戴头戴，我适合戴宽的，因为我的头很高。然后如果戴头戴的话，会刚好，就是我头戴宽，头戴这样子。然后，如果再这样的话，这里画一段额头，看起来很凸。然后在这里的话，就这一大段就很显得很长，也很凸。所以我不如就戴一个宽的这样子，像这样就不会觉得这样头发很凸啊之类的。谢谢沙鲁送了看好你哦。
会哟、哦，会哟、哦，怎么会？会哟、哦，呵呵。我只有一条线，两眼线哈、哦，眼勾什么的，凹进去的线，看起来像有画眼线，画眼影。这就不用画眉毛了，好方便了、哦。可这也会压到一点点。感觉右眼会有点放松，就变小，然后右眼要张开。眼勾啦，眼勾，哦、OK，OK。哎，宿舍有一只小小的新宠物、欸，哎，好想好想玩哦，好喜欢小动物、哦，好喜欢动物哦。感觉说真的要养什么动物类的，我好像都可接受，都觉得可爱。除了蟑螂，蟑螂不要。对昆虫类的爱没有这么大。幸好宿舍没猫，嘿，直接变成晚餐。就说可以啊，可是这种应该房东不行的原因，应该是那种猫狗大型的会冲来冲去破坏家具，老鼠应该是不至于破坏家具啊，就是关在小笼子里面应该还好，应该是这样想吧，就是或是什么排泄物的污染啊之类的，比较小，比较没有那么多麻烦，我觉得可以控制。不然养鱼也可以，总是可以养鱼吧，那种感觉。养鱼可以，那老鼠应该可以，可是在下一个境界，像养猫养狗好像就不行了，那种感觉。对，是鼠，是那种蜜袋鼯哦，是这样念吗？这是一只白色灰灰的一坨，很小只，还是幼鼠。对，蜜袋鼯。就如果你看一些影片啊，然后就会有那种像小飞鼠的感觉，会跳下来，然后就会这样趴在你的手上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那种的。但听说这种蛮凶的，是蛮可爱的啦，我觉得。就是老鼠跟蝙蝠，就是蝙蝠长得就像蝙蝠啊，蝙蝠加老鼠的样子啊。有点小猪鼻子这样子，对，有魔那种，没有错，没有错。白色一坨的形容也太……啊，不然呢？灰色一坨，啊，目前看到它就白色一坨，也不知道。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东西长怎样。他说他养蜜袋鼯，我也不知道蜜袋鼯是什么，到底是什么物，什么鬼？然后就看了一下，才知道哦，原来是。Sugar glider， 他们不是老鼠，也不是啮齿科。哦，它不是啮齿科的、哦，啮齿目讲错了。
他们不可以剪牙，剪牙就长不回来了，牙根破裂还会细菌感染，然后就会死掉。哇哦，谁养的啊？妮妮。然后他昨天还问我说要取什么名字，我就说、飞天小女鼠，我也不知道。他就说他现在取了粉圆。他长得像哈，所以他不是老鼠，我都叫他老鼠，就是像一脸鼠一样。就刺猬也很可爱啊，刺猬还比较可爱，只是刺猬不能玩啊，蜜袋鼯感觉可以放在手上啪啪啪，那揉揉揉揉揉之类的，刺猬感觉就不能这样子了。看它寿命，4到5年，野生的大概4到5年，人工的养可以养12年以上，这么老？为什么？基因改造，邪恶小生物。那鼠类想养龙猫，龙猫很可爱。龙猫怎么讲？它有时候我不会觉得龙猫很可爱，怎么讲？它我觉得它没有很耐看。我个人呢、啊，个人对我来说没有很耐看，就是不会一直觉得它很可爱，就是看一下可觉得哇蛮可爱的、啊，可是看久就觉得说还好，还是卡通的龙猫比较可爱。都好养，刺猬放手掌心肚子朝上的图超可爱，超可爱啊！那个谁，小慧有养一只啊，叫米里欧，米里欧，对，叫马里欧还是米里欧，这超可爱。现在可以不用充电了，我手机充满了，这样手机就比较不会这么容易当掉。水豚哦，水豚很可爱，我觉得水豚很可爱，水豚的话是可爱的。
应该呢。刚听到肚子叫的声音吗？是吗？我是没有饿，哎，我冰箱有甜，我今天应该买了甜点，我买了柠檬塔，应该是我肚子饿了吧？那我来吃它喽。哎，我前几天变胖一公斤，现在又瘦了一公斤，是怎样？我的体重是可以这样随意调控，是不是？挺的蛮明显，我在听那个上课，这里只是个可有可无的背景音乐，但是如果你们这样听起来，就是会非常的空虚，当做听音乐台吧，听歌台。好像是喉咙干，先喝水吧，应该不应该吃，应该是不要吃甜点比较好吧，水的。哎呦呀，那其实还蛮舒服的，比戴帽子还要舒服。戴帽子会这里后面的头发一种被拉扯的感觉，这样还不错。跑快点啊！没有网络是，好真的，是的，是这样子。肚子叫的声音明显。嗯，我的手机一直网络一直开着，为什么？Hello， 暗红。瞎说。
觉得这里手麻麻的，已经麻好久了，就是不是这里这样子握是没有感觉，但是表皮这边麻麻的，就是一种很像感觉没有这么敏锐的，好像一直都是用手麻手麻的状态，我是不是该吃什么雪莉宁之类的？手的大拇指上面的感觉没有那么明显，吃一点青花花青素的食物看看，就花椰菜之类嘛。好，那我明天学校自助餐多加一点。促进血液循环，然后会不会最近姿势一直固定在这样这样子？我知道我有练习啊，因为还是练习前一天两天到现在都有，就是这一块是什么白到不行，这一块没有什么感觉，上面可是这里就还好，这里很清楚，有点害怕。再看一下医生，那这样看什么啊？这是什么？血液循环不良科。这是那种小问题啊，你的肚子痛也是小问题啊，你手麻麻也是小问题啊。可是很怕是因为什么大问题而引起的小问题，就很害怕。想说应该知道就好了吧？没有，已经一个礼拜了。哦，这是红红的东西哦，番茄。我很常吃番茄啊，为什么番茄炒蛋吃呢？哎呀，手麻，我要看一下万恶的 Google， 查一下 Google 的病症之后，觉得我自己得了绝症，建议截肢这样。手麻看哪科？看一下有没有骨骼病变，再进行神经相关的检查，以及复健科的软组织检查，最后针对自己的问题选择骨科还是神经手术？哈，手术？哈，对，不过说这是某种绝症的症状，差不多该截肢了，就是大概是中风后，然后低血钙症，然后肿瘤或是什么？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真的是绝症。长期手麻，担心神经被压坏，这是我觉得比较有可能的啦。滑手机滑太久之类的。手麻，哎、欸，这个症状是手麻长达两年哦。发现颈椎长出骨刺，哎、欸，我觉得说我会不会长出骨刺，因为我最近，我觉得我是一定会长骨刺的人，就是很恐怖的那个脊椎的骨刺，因为。反正脊椎就弯了、啊，然后又很容易腰背痛、腰痛、脊椎痛，然后啪，然后就是觉得很背很不舒服，怎么弄都不对，然后会有一种刺痛的感觉。
哇，脊椎问题的话会是两边都麻，神经根只会一边。欸，那我是神经根欸，笑死。我脊椎已经在退化是不是？自我检测法，判断神经是否被压迫到了。患者在椅子上坐挺，头往后仰到极限。就这样，失速列车。然后现在外套有点紧，后退一点。哇，三股是高风险族群，我超高风险，基本上是100%了吧。我现在这个有点紧，拉长。手什么？后仰到极限。不好看，后仰到极限，然后还不错。肩膀或手臂有没有酸麻痛感？没有欸，没有手麻痛感。手麻区块一节一节发展出来的。可以判断哪一节被压迫了。嗯，刚刚没有是没有酸痛的，就是大力的飙了一声。没有，就觉得脖子很酸。那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吧？哎呦，骨科一律打止痛针跟松弛剂。还有我被就是骨科啊什么科，就每次只会叫我们开刀干什么的，我觉得说干嘛不如去看中医，中医还比较有用，身体调一调，瞧一瞧就好了。叫你严重到40度再来开刀，不然就不会。他就说：“啊，你这个基本上就是不会好了，就这辈子都这样子啊，所谓变严重去开刀，那再不会变回现在的状况啊，这样子。”我现在就是20几度就是要穿背架维持，不然以防他恶化。中医的骨科啊，瞧一下脊椎。对啊，搞不好就好了。我前几天脖子不能往右转，就是可以这样转，但不能这样子。可是这边却可以，会有种卡住。可是我这样子有一次叫 back， 然后就好了。Hello， 这是什么啊？查一下鹿的日文。哪里？这里我忘了，反正啪这样就好了，这边就好了。对，痛5分钟就很舒服。对，中医真的是很舒服。哎，我之前去那间是真的是按摩，还有电疗，再按摩，超舒服的。然后还要帮你刮一下，就是没有到刮超红了，就是没有到很用力刮，没有到会整红一整片，然后很严重，要死。像被虐待那种的红，就是有一点红这样子，集中某一个区块这样。So shika， 吧。
在吞然后中医电疗算标配，对啊，超舒服，100块就可以享受这些福利，我根本就是健保的超大受益者，缴得非常的值得。台周波器高档一点，还有超音波能用。超音波能按摩吗？还是检测？飞机耳。你就这样吧。低周波治疗、哦、舒服，超舒服。这是一种贴片这样子，然后有些中医比较。那种比较像是有医疗效用的中医，是推拿跟整骨有一种不太一样。推拿是一种舒服，还是相反的，就是一种是推舒服的，一种是推很痛的那种，推很痛的那种，比较短期的那种有疗程的那种，通常会用，不是会给你，你要去买，自己去买那个贴片。还是他会买给你，就是要付钱，然后给你一个你专属你自己的贴片，然后就贴着，然后坐在那边很舒服。就是像受伤的时候可能会用到。啊，如果是那种很舒服，去做个你，哎，你今天哪里不舒服啊？哪里要贴啊？哪里想要垫一下垫一下的、啊、那种，他就是不会叫你自己买一个贴片，你就可以，他就给你，里面好像是海绵吧，还是什么的，忘了。中式跟美式不一样，中式很舒服，美式很痛，是这样的吗？我没有做过针灸，我不敢，我对针有点恐惧。我现在发现我对针有点恐惧，小时候硬说可以啊，没问题啊，可是超级害怕，我超怕针。我发现好像蛮怕针的，真的，那个痛比被打还不痛很多，但是就很怕针。但是我还打了洞库吧。Hello Sunny， 美式看起来很舒服哦，那我应该是美式的吧？电的话，电疗应该都不会到很痛啊，应该吧？不是常见的吧？不然刀疗是应该是特殊的，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常见、啊，可能会标榜说这里有刀疗哦，才会有刀疗。针灸是针去接，有个针的，对对，什么针灸有个疗法是针去接周波器哦，所以就是扎进去，然后再针这样子。哦，听起来像。听起来蛮舒服的，但是我是不会去做。刮痧拔罐，会红红的那样。拿针戳进眼皮内按摩，什么听起来不？好恐怖、哦，我不要。我对中医的美好体验到我现在这样子就很 OK 了。
刮痧有刮过，比较认真用力刮的那种。他会拿一个很像犀牛角还是象牙绿色的东西，这样子号角型的那种，然后这样刮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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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刮，然后他在里面，他里面犀牛角是空中空的，然后里面有药，他这样子吐这样子，然后刮刮刮刮刮刮刮，哦，他大叫尖叫。可有时候你压他压，就是降压，就是我趴着，然后压你的背的时候，就不能一定要张开嘴巴，不然的话会内伤吧。测那神经的问题也能试试瑜伽，有啊，我小时候阿妈都很爱我，叫我去做瑜伽。大学体育课也有瑜伽，但是我觉得大学体育课瑜伽应该，小时候对瑜伽的恐惧就是拉筋，我超不喜欢拉筋，我现在筋还是一样硬。哎，有喉糖，赞啦，试一下。我用过干的。听说很有用，可以在家做，外踢超方便，也是。我那时候以前有在做瑜伽，怎么我想一下，忘记是基于什么，然后我妈叫我去做瑜伽，好像也是因为骑机车玩吧。又是我的话，就是现在我的想法，我会觉得说。就是整骨搭配重训，因为就是肌肉已经不对称了嘛，代偿这样子啊，代偿作用这样子下去会不对称，所以就是调完之后，然后去重训，然后多做另一边，比如说这边用久了这样子歪掉，就要多做这边的肌肉，把它脊椎撑回来，不然脊椎还是就是软烂这样子。瑜伽的话，我之前做一个问题，就是我已经歪了，然后再这样子做。比如说你转这侧的程度跟转这侧的那个柔软度是完全不一样的，所以要怎么样让它平衡回来，就会不知道怎么办。空中瑜伽是不是有点累？空中瑜伽会出事吧？对，看医生怎么建议。谢庆送了一个时光倒流，还有我下学期体育课在学瑜伽。如果我们学校开没有蛮多瑜伽的课的，对，工作瑜伽感觉已经不是另一个程度，它根本就是肌力训练。怀念那种可以无心随心所欲追漫画的时期哦，突然我想要就可以躺在床上超级爽的，然后完全没有想说明天要考试，好烦那种想法，在这边追剧、追 Netflix、追漫画之类的，好像啊。
些什么，就是剧啊，打开来就看这样子，或者什么电影之类的。其实都是我想看的，都是一些刚下架的电影啊，不太可能会有，而且都是什么漫威的。现在有上映蛮想看的电影，但是还没上映，但我很想看的《永恒族》，感觉超帅，他预告打超久，超想去看。大学之后就可以轻松，可以随心所欲，哎、欸，超烂的！我国高中就听说，大学就很轻松啊，你就想干嘛就可以玩啊，这样啊。他大学就开始听这种谎言。明天不是吧？好像11月3号，明天嘞、欸！我一直以为今天还是10月，白痴哦、喔！最近都在追动画，我最近有看到国王排名的。剧情大概结束还蛮有趣的，跟他的画风有点差距，我觉得蛮酷的。好像就在开播前看到广告吧。还有我看了什么，我就很喜欢，好想看恋巨人，好想快点就要上映了。MAPPA 真的是很猛。大学连学渣都很超好吗？说轻松到底哪间学店？超级凶欸，我的妈呀。对，高中真的爽太多了，我的人生生涯最轻松大概就是高中了吧。国中还要练琴，国小忘记，国小我就是觉得妈妈很凶，一直逼我功课，可是就让我养成了一个习惯考名次高的个性。觉得名次考不高就是很奇怪，我怎么会这样呢？不喜欢国王排名的画风，不管，不然光看名字没兴趣。光看名字我也没兴趣，我真的是要看画风。一开始当是画风，然后他的预告片做的怎么样，就是他的 PV 还是怎样做的怎么样。但是我是没有看 PV， 我好像是直接看人家解说，很前面解说，就觉得还蛮有趣的。剧情是蛮有趣的，可立刻现在打开，太懒得打开 Netflix， 呵呵。斯卡罗吧，我在追杨一墨菲，好久之前了吧？还有更久的《少林魔法师梅林》，都不是动漫，哼。动画风能看哦，酷哦，好哎！现在看到那什么伊甸新园，想说怎么总有 Lucy 跟哈比，画风又变了个 Lucy 跟哈比，实在是很像，同个作者，应该目前这样吧。还有最近没有机翻可以看，哈哈，还好。想看机翻啦，百合最香了。最近还有百合电影要上映，蛮开心的，但是不知道找谁去看，找谁看都不对。可是我又不看，我又不看一个人看，我不是一个人看电影的人。对，哈比艾莎，这是童年呢、欸，童年。安眠书店，间谍加加酒，知道知道，嗯，蛮有趣的，看起来。Spy Family， 伊甸新园，你看一半就没追，之后再这样，很像魔导少年，是不是？高中学三年数学，大一教授教第一章，
这些你们高中的都学过就不教喽，三堂课快速带过，都嘛这样。安雅超可爱，我知道，这是应该算是你的名言的吧。好久没有看 Netflix 了。黄昏好帅，好的，那我就不知道是谁。明天要看《萝莉贤者》跟《魔法生开挂》。这听起来很好像那个轻小说的名字哦。照片打到画面，感觉这片很怎样？这种职业太难了，先不教，大学会教到。没有更新教材的大学教授，这些高中就要会咯。对啊，好、哦，是说我们高中是没很多东西都没有教，没有错，就是他们觉得大学会教啊，就没有教啊。高中很多没有教是没有错，因为太悬殊了。是，而且那些我蛮意外的，就是很多就是。普通高中的人，他们上去之后也是读得非常的顺，非常的不顺，跟我一样不顺，因为这是英文的，基本上就是打掉重练啊，就是你听老师怎么讲，然后反正都是英文的，大家都不会啊，大家一起拼。可是数学这个部分我都不好说，因为数学我，我大学到现在还没有上过数学课，对，大二还没有，有啦，有统计课，那、啊、我就死得很难看呐、啊。什么集合什么 mu 什么 p 什么那个东西就不看不懂，可是交集这种东西我也高中也没有学好啊，就是只能考试 看一下，用逻辑想一下咯，不然我也不然怎么办，我也是惨惨的。女友会背叛你，只有数学不会，我不会就是不会。化学也是，我现在比较有感的是化学。兄弟会背叛你，女友会背叛你，大家都会背叛你，但数学不会，因为数学不会就是不会。好烦啊，这句话真的是很让人印象深刻，觉得中肯，超烦的。数学智商的门槛，真的？为什么理工科这么难呢、啊？国文是你可以理解，但你不一定背得起来。就是那些文言文啊，你知道，比如说说什么"之"可能是个代名词，这样子，你可能知道这是代名词，但你有可能会忘记说，哎，那"之"是什么意思啊？你看一下就懂。哦，这是代名词，就是像英文一样，你不懂这单词，但你查翻译之后就懂了，就是哦，就是。是个拼图之类的，拼图的单词就是它走，你可能会忘记，就看一下知道哦，拼图，好，拼图就是这种一块块的小东西、小玩具。数学不是，数学就是它会越解释越复杂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数学的证明题要放久一点，让时间去证明它，然后就会用成绩去证明你这样子。
IG 整排 AKB 哈，什么意思？突然，正常的吧？我也是啊，正常，正常、啊。我不小心把整块凉糖吞下去了 ，Oh my god， 好浪费哦！我还没喊完呢。限动一字排一开，正常啦。可是如果你在一个时段，可能下午把所有限动都点完，你可能要再看到整排限动，又是要可能一天或两天吧，是吧？别想走了，没有错啦，别想走了，跟我这边一起待着。虽然追蛮多成员，但要同时出现在版面上也不容易。不容易吗？追踪爱就会出现啊，不是这样子吗？除非你封锁，除非你封锁他。同时发文，是因为他们去看棒球，是不是？躺平不走了，哈哈，赞了。所以，那我来看一下现在 IG 长怎样。手机呢？哎呀，烫的嘞，手机烫的嘞。休息一下。没有欸，为什么？一篇两篇三篇四篇五篇篇七篇八篇八篇，为什么？欸，好酷哦，是棒球场欸，好大哦，是实体的棒球场欸，好酷哦，欸，他们在场中间的那种欸，好酷哦。跟他们一起跳舞哎，好可爱啊！思雅好小只哦。福德，福德好可爱哦，好可爱！我真的好喜欢有人拿娃娃跳舞，超可爱。